A 这个乐团，但今天好像少一个人，那我们先请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鼓手 Twice， 我是主唱 Grace， 我是贝斯手 Queen。 那我们其他手今天应该有事，所以帮忙。好了。那他去香港的时候会有事吗？所以去香港的时候可以看到四个乐手。那你们之前有去过香港演出吗？没有，第一次。紧张吗？紧张。我连香港都没去，连去玩的。好，那就。然后我们的曲风有一点迷幻，有一点 hiphop， 然后 grunge 跟后朋的元素，这样其实还蛮广泛的。另类摇滚的元素我们都会玩一点，这样。对，我觉得还是一句听就知道，对，听了就知道。听了就知道。三个问题，有没有自己比较喜欢或者是欣赏香港的哪一个歌手或者是乐团，想要跟他们合作？我欣赏那个 Airport。 哦，好几年前就有听那个他们其中一个组的《永远怀念塔科夫斯基》的音乐会。对，就的歌呀，然后当时我就觉得里面就是很有内涵，然后就是好听，然后内词啊音乐又很有想法。好，那就希望他们在互相乐节的演出可以非常的成功。谢谢 Far From Answer， 谢谢 Far From Answer， 在互相音乐节。